者许诗颖综合报道。电影《玩命关头》外传哈版预销赛明最近有了新发展，捍卫任务导演之一曾执导《机动之城》新片子圣二的导演大卫雷奇里确定接下这部由巨石强森和杰森史塔森主演的电影。就在导演本人转发消息后，此事莱恩雷诺斯也喊话耀眼，猛龟，如果你需要一个有头发的人请联络我。这部尚未定名的哈版余校会聚焦在玩命关头八大受好评的另类组合，本来有段巨石和杰森的戏就是为了外传做伏笔，但最后冯迪所要求删掉这个小彩蛋，而因为恩怨浮出水面，巨石可能不会出现在玩命关头九。不过相较于玩命的家族恩怨和导演大卫雷奇刚合作完此事二的莱恩雷诺斯反而对此相当有兴趣，他回复到导演推文并说，你跟我保证过这部片你会又自视，你说我能演个灯他打开住他的 NISSANSENTRA 冲进 OLIVEGAREEN 餐厅时对住他大吼的那个不讲干话的警察，让我演吧教练。哈大鱼霄目前定于2019年7月26日在美国登场，而莫众瞩目的此事二则将于5月16日在台上映。巨石强森又和杰森史塔森主演的玩命关头外传日前确定导演，翻摄自 IMDB 莱恩雷诺斯主演的此事二下月就要登场，翻摄自 YOUTUBE